我吓到，我是狗。其实很简单嘛，就这样找钥匙，找钥匙，OK， 找钥匙嘛，简单，没什么难的。好，找到第一把，那我们打开，OK， 没什么难度嘛，好，再看下一个，我是绕回来的，好，对，我绕回来的，好，再来看这边，这个，好，好 ，OK， 没什么难度嘛，就是，那我们就可以很愉快的。来下一个，我的格林的击败，没什么难度的嘛，这个，OK， 非常简单。据说这个游戏哈，就是，你往后转的时候，没什么难度嘛。好，转头，好 ，OK。虽然说会吓到吼，但是这个氛围我觉得是做的还不错的咯。好，这个一样没什么难度的，几乎都找遍了，对吧？应该是都找了吧？对。不对，都错了。好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好，第三本，我都没有看到回头的那个，就是哇这样。好，OK， 好腰，再来看这边，好，一二三，好，挂杯有没有？好奇怪哦，跟我想的不一样，没有那个哗。去这边，拜。好，终于看到你，拜。你吓到我了。OK， 勇敢回头。地上一滩血啊，没钥匙。没什么难度嘛，对不对？没什么难度，啊，只是容易吓到。OK， 怎么感觉绕回来了？钥匙。没有关系啊，刚只是暖身操，对不对？好，
对，其他我觉得没什么难度。然后这个好一样走过去，好，没有没事，你看没有没事吗？哎，就是这么。就是这么简单，输得很容易。为什么啊？我记得我头一次不是就那个了吗？好，没关系，没有关系，赶快找，赶快结束这个游戏吧。看吧，就是这么简单。没错，这个游戏就是这么的简单明了。听说有一个方法，就是哦，好像是要这样。啊，没有。哎，就是这么的，这边，这边危险，先等一下。可是这边，哦，shit！好，你浪费了我一个钥匙，然后打开了一个不该开的门。你现在那么牛逼，好，还有一把，这个没有，好，再回去那边。打开了。哦，这边吗？有时候回头不着急。看到没有，神之球！你看他在这边，我爬上去了，开始哦，一、二。Hello，好，没事，这个方法挺不错的。那我们就回去吧。啊，我走错地方了。就是这么简单，对不对？不用头脑，只是。找我们的东西，他在后面吗？啊，他不在。真正是哦，赶快回去就没事了，对不对？哎，虽然被吓得很惨哦，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很厉害的，对吧？先看一下这个简单的地方。嗯哼，又是他，杀不倒我的。啊，不在。哦，真聪明诶。好，我完蛋了！一二三，没有回头啊，我没有回头啊。好，我觉得我们是可以成功的，吓不倒我。哦，打开了，先给我来这一招，对不对？
看我真聪明，叫我出去就可以赢很多关了。哎，难不倒我的。一二三，海蒂在后面，海蒂在，你看，嘿嘿，想到了。